呼吸情绪，我觉得就跟一般家庭差不多了。嗯，对，一般家庭差不多，也是会可能像以前刚开始这样的。现在大概平常因为大家接触的时间，因为天天看啊，你天天看，所以基本上还该做的事情就做就对了。该做的还是有在，该教的就教，该做的就做。哦，除了尿尿还没开始分叉，对，我夜尿也没像沈像那个像马里奥这么多，我夜尿一次，对啊，反正都目前是还很 OK。但你说体力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，因为体力上毕竟还是没有像年轻那么 OK 嘛。至少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可以维持这样的身材。老师应该就是比玉林哥好一点吧？好，不是好一点，是好很多。好很多哦。对，我也在运动的人，他也在运动。哦，运动真的有差。对对对，保养各方面。老师，那60你说健康最重要？健康最重要。可是老师，你身体没啥问题。你希望除了尿尿还没开始分叉，对，我夜尿也没像沈像那个像马里奥这么多，我夜尿一次，对啊，反正都目前是还很 OK。但你说体力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，因为体力上毕竟还是没有像年轻那么 OK 嘛。至少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可以维持这样也算。可是那60之后，夫妻的情绪有变化吗？夫妻情绪，我觉得就跟一般家庭差不多了。对，一般家庭差不多，也是会可能像以前刚开始这样的。现在大概平常因为大家接触的时间，因为天天看啊，你天天看，所以基本上还该做的事情就做就对了嘛。该做的还是有在，该教的就教，该做的就做。哦，上次沈玉玲他就说他曾经那个好像没有完成，太累还干嘛？因为你也知道，到我们这个年纪，以前是硬着等嘛，现在是等着硬啊，所以没办法嘛。所以他这个年纪这个没完成是很正常的，所以他中途不能分心，中途不能分心，对，他完全不能分心。以前他都靠良烟在压嘛，现在你看现在怎么压也压不过去了，他现在不用靠良烟在压，他都说他靠良烟在压。哦，因为太那个了。对啊，他就每次说肾水外漏，你看他现在都不行了，还肾水外漏。老师应该就是比玉林哥好一点吧？好，不是好一点，是好很多。好很多哦。对，我也在运动的人，他也在运动。哦，运动真的有差。对对对，保养各方面。你看他们在群嫩期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啊，你看马里奥也是嫩期啊。嗯，没有，我们都大家都群嫩期的人，所以你一样有办法那个、啊、对，要有办法出去满足这样，要 cover 一下、要照顾一下。我今年会在马上第二个单曲又再出来啊，第二个单曲、啊、是的，因为 Here We Go 单曲这首应该算是第三首了。第一首是见人就是矫情，第二首是 Here We Go， 第三首也是会在大概在暑假以前吧，对，6、7月以前就会在准备第三周，因为不知道 Here We Go 现在这么好，对啊，1000多万这样可以，这么多人在看，触及这么高，那我觉得 OK， 老板开心了，老板就开心了，然后就可能会准备第三周，大家拭目以待喽，好，敬请期待。